癫狗马经再传喜讯，上次日马各人推介，继续帮大家赢爆马会，有图为证。想赢马，梗系要睇癫狗马经啦。收睇紧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经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才可以營運下去，請持續支持 My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 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好，欢迎大家收睇《玉敏踩场》。今天是2021年的9月27号。咁喺呢个9月25号，呢个应该是加拿大时间嚟嘅，系嘛？系咪9月25号咧？系啦。咁就呢一个华为公主孟晚舟就获得释放啊。咁啊，佢即系喺加拿大就变相软禁咗3年噶啦。2018年12月，即系2年几啦。2018年12月1号。呢位華為嘅老闆嘅女啊，咁其實佢唔係姓孟嘅 ，OK， 好多個姓嘅，有90几个 passport 嘅，好犀利嘅呢啲人係嘛？咁當然而家華為咧喺民企咧，中國嘅民企啊排第一嘅啦，已經係啊，咁所以好多人就會認為咧，呢個美國對付華為或者對付呢個孟晚舟啊，藉著對付孟晚舟嚟對付華為咧，就係因為嗰個科技嘅競爭啊，咁所以呢就。即係喺同加拿大啊，即係夾手夾腳、狼狽為奸啊！呢個就係一種政治迫害啦啊，或者係即係基於呢個科技，即係科技嘅呢個科技戰啊！咁孟晚舟就做咗犧牲者啊！咁呢個就係一般親中嘅人嗰啲睇法嚟嘅啊！咁喺2018年10月1号咧，就呢位前財務長孟晚舟咧，就喺過境温哥華國際機場嘅時候。就被加拿大的司法單位就即係拘捕啊，然後即係羈留咗2年几咧，接近3年啦嚇。咁主要就係因為當時加拿大政府咧就即係接受美國政府嘅委託啊，就幫美國政府留置呢一個孟晚舟喺即係喺加拿大，咁然後就進行咧呢個即係引渡嘅訴訟，咁啊搞咗2年几啊。咁即係希望透過呢個引渡嘅程序啊，即、就、係、是、等到佢要面對呢個美國司法部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指控啦嚇。咁、啊、主要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咧呢、這個即係、就是、華為咧就協助啲企業規避美國針對伊朗嘅制裁禁令啊。咁當然呢啲咁嘅刑事指控咧，孟晚舟咧就一概即係否認啦。咁跟住就請咗好多鬼佬律師啦，冇一個中國人律師嘅喎。咁喺加拿大咧就打官司啊，關於呢個引渡嗰方面打官司，咁啊即係都相當冗長嘅司法程序嘅。咁但係雖然佢人咧就即係唔係羈押喺監獄，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嗰啲政治抗爭者有你冇你就掟你拋咗你荔枝角先係嘛？真係冇自由嘅，佢有自由嘅，大佬一樣住大屋，一樣出去百貨公司買嘢，一樣去食飯，係嘛？一樣坐靚車，一樣有司機有保鏢，係嘛？只不過咧個腳度啊掛個環咁解嘅啫，你個行蹤咧就即係喺人哋掌握之中，就咁簡單啫嘛，係咪？咁啊2年几，咁當然大家好唔憤氣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就大家睇到就顯示華盛頓、渥太華同埋北京之間嗰個角力啊，咁啊嗱呢個。孟晚舟獲得釋放之後咧，跟住咧北京就放咗兩個加拿大人，係咪？咁嗰兩個加拿大人，你既然話佢有罪，你咪經過即係嚇審判，係嘛？咁咪睇下定唔定到罪咪得咯？原來係人質，係咪？所以咧講嚟講去就係英文有一句 stupid is politics， 發咩論啫？即係等於今天你嗰啲親中嘅人走去批評呢個美國或者加拿大嚇，即係你個司法制度或者你的司法正義已經蕩然無存啦！做呢件事兩個即係夾手夾腳、狼狽為奸，做呢啲咁嘅醜事係嘛？我睇到台灣有啲評論都係咁樣講嘅喎，你知唔知啊？所以台灣其實真係好牙煙嘅。我話俾大家聽，一陣間我講呢個朱立倫同習近平明通款曲引起嘅口水戰，我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台灣有幾危險。
因為你已經完全冇咗嗰種反共，即係嗰個鬥志冇曬噶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都係睇住個權力係嘛？當然啦，即係喺啲親中嘅人士或者一啲比較即係親，即係你唔好話佢親中啦，即係佢認為佢係比較客觀啊，即係去睇呢件事嘅。咁你美國都係一種霸權嚟嘅，咁加拿大做你條僆嘅啫，聽你點。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孟晚舟自己都必須要承認，今次成件事佢喺加拿大雖然被留置係嘛，進行即係好冗長嘅法律程序，但係結果。加拿大都是依法辦事，係咪？加拿大的法治在呢件事上邊係得到彰顯的，你要話佢唔光彩的地方就係話，我你聽美國佬點，跟住咧佢一入到温哥華國際機場，你就扣留佢，係咪？喂，咁喂梗㗎啦，呢個佢都是依法嚟做嘅喎，係咪？美國司法部通知佢係嘛？喂，呢個人是犯咗法嘅，我哋會對佢有刑事檢控嘅，係嘛？你幫我留低佢，咁有咩問題啊？係嘛？因為佢有司法互助噶嘛，加拿大同美國有司法互助，調翻轉都一樣噶，係咪？即係等於呢、這個即係墨西哥或者哥倫比亞呢啲毒枭，係嘛？你要遣送到去美國受審嘅時候，佢係咪通過兩國嘅政府或者外交上或者司法嘅合作去進行呢啲所謂互相遣返嘅工作咧？係咪？或者你喺你呢、這、一個？因為佢而家嚟到你個司法管轄區，咁你忍唔忍，即係接唔接受美國提出嗰個所謂引導佢去呢一個美國受審，你都要進行呢一個司法嘅程序噶嘛，大佬，唔係話哦，我要引導佢過嚟，你即刻送佢過嚟，唔係噶嘛，都搞兩年幾啊嘛，係咪？咁你咁樣其實可以突顯到加拿大嗰個法治係嘛？你慢慢收自己都承認噶，係咪先？係咪？你調翻轉喺大陸嗰兩個加拿大人，屌你有冇受到人虐待先？有冇酷刑先？你話俾我聽，佢有冇辦法離開先？係嘛？困住佢。咁但係如果佢有罪，點解要放佢咧？係嘛？咪人質啦，交換啦，係嘛？即係當然啦。美國同加拿大喺呢個孟晚舟事件上邊咧，即係中共一定係認為你呢啲係下三濫手段嚟㗎啦。不但止中共會認為呢個係美加嘅下三濫手段，係嘛？嗰啲親中國嘅呢啲，包括台灣嗰啲啊，即係所謂評論人啊，佢哋都係咁樣睇嘅。佢哋認為咧就係即係呢個完全就係針對華為，然後進行嘅角力同鬥爭，係嘛？咁而呢種鬥爭咧，唔會因為孟晚舟獲釋就會停止嘅啊，繼續會進行嘅啊。咁孟晚舟離開呢個加拿大，即係去到深圳嘅時候嘅專機，跟住咧紅地氈。屌你國家元首級，喂你睇到呢啲真係，然後聚集一啲群眾喺度歡迎佢，跟住佢著件紅衫，跟住又發表演說。嗱呢啲咧就突顯咗中國共產黨即係呢一種所謂民粹民族主義嘅可怕，係咪？佢係咩人啫？係咪？咁佢咪一個民企嘅負責人啫嘛，民間企業嘅負責人啫嘛，係咪？你睇專機、紅地氈，係咪？跟住仲要動員群眾去機場歡迎佢，仲要發表一篇感謝共產黨、感謝偉大祖國嘅呢一個演說，係咪？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又係亡我之心不死啊！外國勢力，我而家即係呢種係一種反撲，係咪？咁然後即激起呢個所謂民心士氣，係嘛？繼續去對抗呢個西方陣營，就係咁樣啦，係嘛？即當然成件事即係交鋒咗咁耐嚇，即係梗係背後有好多即係有好多計算啦，係咪？咁美國司法部其實同孟晚舟其實達成一個叫延期起訴協議嘅，喺法律上嚟講啊。咁就可以俾佢翻翻去中國，但係咧就要佢遵守嗰啲協議，係嘛？即係同埋要罰款嘅啊。咁但係呢件事咧，就拜登政府就即係俾呢啲咁嘅共和黨嘅參議員啊、眾議員就係咁崩佢，就話佢咧就向中國屈服啊。這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歐咧就喺當日就痛批呢個總統拜登冇能力面對華為同中國共產黨嘅威脅，
要求拜登政府就呢件事咧就向國會報告。咁另外一位參議員海格咧就批評拜登屈服於中國嘅人質外交啊。咁佢擔心咧，即係拜登政府即係可能會採取更多嘅所謂姑息政策，係嘛？所謂姑息就足以養奸，係嘛？即係講到姑息養奸咧，即係呢個係一個成語嚟嘅啊！即係姑息養奸呢一個成語嘅意思，即係大家都明嘅。我成日喺立法會講嘅，我成日講呢八個字嘅：姑息養奸、縱欲養惡。咁但係呢兩句説話嘅意思就唔係好似一樣嘅啦。你睇下字面姑息咧，就唔等於係縱容，係咪？即係佢係包容啊，包容你啲惡行，對啲惡行寬容，跟住咧。你就會助長啲壞人，即係做多啲壞事咁解嘅啫，係嘛？所以其實即係拜登佢識唔識姑息養奸四個字咧？唔識唔緊要，英文有一句即係差唔多意思嘅嚇。我哋睇下英文嗰句係嘛 ？To tolerate evil is to abet it. Condoning wrong only helps the devil， 係嘛？你 condo 嗰啲壞事。到最後咧，你就係即係去幫嗰啲即係奸狡嘅人，幫嗰啲魔鬼姑息養奸。縱欲養惡又有少少唔同喎。縱欲養惡可以係一種策略嚟嘅。我記得我哋中學嘅時候讀過一篇文，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篇文咧？呢篇文其實係《古文觀止》嘅第一篇，叫做《鄭伯克段於鴛》。於鴛啊，鴛嘅係一笪地方嚟嘅。鄭伯，鄭伯咧即係鄭莊公，克咧就係克服或者征服啊，段咧就佢細佬共叔段。於鴛，鴛係一笪地方嚟嘅啊。咁呢個係《古文觀止》嘅第一篇嚟嘅，就《左傳》嘅出自《左傳》啊。咁我哋記得我哋中學咧就讀過呢篇文嘅，呢篇文即係其實咧一個內容就係講兩兄弟係嘛。咁呢個鄭武公啊生咗兩個仔，即係佢娶咗個老婆啊，即係武姜就生咗莊公同共叔段，係嘛？咁但係咧呢、這個即係武姜咧就唔中意呢個莊公，就好中意個第二仔，係嘛？佢話偏愛呢個共叔段，係嘛？咁就本嚟想立呢個共叔段做世子，但係呢個鄭武公就唔答應嘅。咁鄭咧就其實係而家河南啊，即係呢個講緊係春秋時代兩千幾年前，係嘛？咁啊，呢個細佬咧就因為有個老母撐腰，咁啊不斷咧即係衰索頻頻，就要求咧即係有好多塊地啦，搞到即係要求封好多地俾佢。咁但係呢個莊公咧如取如攜，你要乜都俾你。咁嗰啲大臣就同佢講：喂，唔掂喎，咁樣如果佢咁樣搞落去，遲早就真係霸曬呢啲地。其實就兩兄弟喺度鬥緊噶嘛，係咪？咁霸曬你啲地，咁你又玩完噶咯喎，即係坐大噶咯喎，係嘛？咁有一句成語好出名嘅，就係出自呢、這個即係鄭伯克段於鴛，就係、是、多行不義必自敗。咁呢個莊公就同佢啲大臣講：，唉，你哋俾啲耐性啦，多行不義必自敗，係嘛？而家係縱欲養惡，即係話咧，佢要乜我都俾佢，係嘛？即係佢嘅慾望啊！我係即係放俾佢，即係放縱縱容佢啲慾望啊！要乜我都俾佢，但係其實就睇住佢，係咪？好啦，你要乜俾佢係咪？跟住佢咪更加去做壞事係咪？到最後咧就多行不義，你要縱慾，然後令到佢多行不義，跟住就必自敗係咪？咁、那個故事結束就當然係搞掂個細佬啦，係咪先？克段於鴛，咁呢個叫縱欲養惡，所以姑息養奸同縱欲養惡有少少分別嘅。拜登咧就係姑息養奸，佢就唔識得縱欲養惡嗱，所以呢兩個四字詞有少少唔同嘅，大家即係唔好搞錯係咪？如果你縱欲養惡係咪？咁當然啦，你唔係基於一個策略到最後收拾佢嘅。咁你真係令到佢就更惡啦，係咪先？咁咪同姑息養奸咪差唔多咯，係咪？但姑息同縱欲有少少唔同啊。姑息養奸，拜登就係、是，但係個縱欲養惡，如果作人嘅策略咧，即係令到佢多行不義必自敗。
要令到中國多行不義必自弊，你拜登就冇呢個能力，係咪？所以拜登俾人叫做廢登咧，就唔係冇道理嘅，係咪？所以我哋口痕講講下，講個姑息兩間，因為嗰兩個參議員話佢姑息主義啊嘛，你知唔知啊？嗱，姑息主義其實喺冷戰時代已經出現嘅啦，係咪？特別係美國，佢嗰陣時佢姑息呢個中共嗰個坐大，係咪？呢個咪姑息主義啊，係咪？是去到狼奴列根才真是真正反共，是吗？跟住苏共先，即系后来有机会垮台啫嘛，系嘛？所以即系姑息主义喺国际上嚟讲，即系出现过好多次噶啦。咁今次系咪一个新嘅姑息主义呢？所以讲到姑息主义嘅时候，我就谂到呢个成语姑息养奸。谂到姑息养奸，就谂到纵欲养恶。纵欲养恶，我就谂到呢个郑庄公嗰个多行不义必自毙。佢要佢细佬。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咁呢个就真系够奸喎！即系讲系咪？所以咧，你搞政治嗰啲人，你可以睇下香港搞政治嗰啲人几低 B， 台湾嗰啲人搞政治几低 B。你去中国化，你喺政治上冇所谓，喺文化上咧你就失策啦。喂，你读下《左传》，读下呢啲历史故事，系咪？都系讲权力斗争嘅啫，大佬系咪？有冇策略系咪？定係即係啊，淨係識口水戰喺度噴口水，係嘛？好，休息一陣。